坐得夠忙突然間，你知啊？阿祖，阿祖坐飛機我唔知佢坐咗成唔知有幾耐㗎，冇但係你自己去啊。你身有啲靈，係啊，有啲離心㗎，我第一次坐嚟有啲感覺。離心，驚咩啫？你唔睇係咩事都冇，你睇到成我豬上去離心。你咩疏？你冇去過咩？幾搞？你阿媽都有坐過飛機㗎，一次咁多。 啊，你班人呢度上，你唔知嚟我。我哋冇嗰啲車名喺度上啊嘛。你而家坐咗好似呢樣坐咗次。你喺邊度坐啊？只啊？我咪嚟回啊！我坐飛機去行路翻嚟。你坐飛機啊？去泰國咯，去泰國旅行咯。你哋咩啊？旅行。旅行條咩啊？旅行。旅行一日。 坐飛機到泰國，我部車嚟酒店嗰度，跟住瞓翻一覺，跟住早早起身噶啦嘛，瞓嗰度。跟住咧就去瞓醒一覺，買嘢食，食嘢食完嘢咧就。你唔先講啲泰國意義，我要咩唔買嘢東西食啊？戇鳩嘅，你應該帶你男朋友嘢走啦嘛，買機票翻嚟啊嘛。 唔知泰國依樣樣啊，去啊！去咩？我去邊度？直接呢條路去，直接呢條路翻嚟，行去街市買泰國榴蓮，未食過嗰啲嘢，買啲嘢食。嗰啲咧，兩兩兩兩兩，買兑200蚊港紙大把，好似有，好似有1000幾蚊已經泰幣，用曬。 又唔使諗起食嗰啲翻嚟，全部俾咗錢，等我去坐車嗰邊。等㗎，我依家都冇啦，我去睇。下次泰國咯。即係有錢啦，街口啊。唔知咩對錢啊？唔知唔知啊？呢條街。1000咩？1000蚊好多嘢食。嗰啲即係賣自己係賺好。賣到啲樽嚟咯。咩都冇賣。即係有錢啦，街口。留人金。啲人行到嗰度買啦。 講明佢睇幾多，睇幾多，係咪買啦？買啦，買啦，買啦，食。好似話，睇幾多嘢？差唔多。2000幾蚊，包埋住酒店。係。2000幾蚊，包埋住酒店。2000。哦。一個人10斤。包住，酒店嗰度住包早餐，啲咯。啊，冇上落，睇下個老友有冇嚟。
佢個石俾人哋呃咗，我冇睇牌，收港紙收貴，五尺的石，翻嚟送佢哋東西。你換錢，你換安全之前啊，你只要出兩個北下二條温暖嘢啦，係啊。我去佢啲私人買嘢，我覺得大把錢人，你又出世。講嘢啦，香港仲有二日喎，嚇，好事，個別識講，個別啊。都係先翻好嘛？二車冇乜人啊，二車。你好，你話遲啲啊？等我日前同你飛下咧。翻七點嗰啲啱咯。你飛啊泰國咧？啊飛泰國有個曼谷。你嗰啲啊，你咪上位上下啲喎。嘿嘿。係啊。我做那个年纪也太厉害也好呀，我给你看。干啦，你都年龄了，你中国买中国人去啊？中国旅游。你来中国，你跟你来中国买，你来的高原买人民币，好吧？你去哟。咁你为什么都没有去啊？啊，我买人民币会不会吃东西？
就寺庙破了，那第二呢？跟住咧，人哋抌垃圾睇到一大狗跟，即刻捉佢坐監，跟住幾個禮拜。你叫我过来，好像大概一九半个。你以为啊，你汤够成条狗哦，狗头狗尾狗啊。你发现即系睇你学嘅，我唔系你叫唔错，睇头就睇几头，想衰啲嘢。未食食狗。
照顧性，你就唔知佢有。你覺得佢係公子妹2015，當年出道資訊雖然2015。Just get DJ said。所以啲收嘅時間我通常都唔做，就係自己去做。
咁樣。